哪一只？哪一只跟足球场有关？来了，丛林仙女吗？哦，闪卡、欸，这张闪卡也太漂亮了。我觉得那个飞天巨人就可以了。飞天什么？那个啊，那个什么？五霸高庭的闪卡比较漂亮。五霸高庭闪卡比较漂亮。对啊。可是我们有吗？我们有啊。但今天没有要讲五霸高庭的。那怎么办？亚如晚上好，来，你的竹节虫请收。好，要就位。亚如晚上好。今天要很色，因为今天刚好搭配眼镜。对。今天的服装搭配眼镜，整个就是很色的样子。今天是难得我们的桌面非常的干净，没有一堆有的没的。你知道养甲虫都要准备很多东西。那我想今天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情。今天我跟我一位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好朋友见面了，我觉得很开心，跟他喝了下午茶，聊了很多很多未来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真的真的。然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位好，哦，赶上了赶上了，平和好，平和你每次都投，陈宽，伟佑好，逸勋好，不要忘了要分享哦。最后有提三个题目，我会跟大家。来有奖征答一下啊，要送什么？等一下我会旁边找出来。我要出一个那个问题。有，今天特别来宾也要出一个问题。逸翔好，耀进好，俊辉好，还有陈宇好，陈宇好，包包实在太棒了。我最近实在太忙，没办法赶快po那个超厉害的。但是一峰最近po上去那个连结真的超棒，我这边还会再分享一次，就是时间要到了，我要赶快分享出去。翔翔好。幸福好，明正，明正好久没见到你了。那一天还在聊我们第一次出班跟老亮，你知道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Penny 好，这不是巨人夜修哦。好，等一下先打招呼，我们还没打招呼。大家好，我是乐血阿姐黄世杰，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夜修。夜修，各位可以看到我标题上面写那个修字啊。其实还要多一个简体的重字边，这一只跟这一只两只颜色不大一样，因为特别来宾他不是很能理解怎么跟夜修相处，他已经忘记他太久没有跟我到野外去了。拿夜修的方法很简单，是让他自己爬上来，因为夜修喜欢挂着。有没有这一只？这两只基本上它的翅膀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夜修的母虫是不会飞的，但是我这里面有一只夜修的公虫。让他，他点丢哎，这只有点活动，活跃，因为他想爬到树叶上。等一下，他也摔了，然后我就要白眼我自己。前面这上面，各位看看，来记好了，这边要开始看了哦，有可能就出题了。一只夜修，第一只在这边，找一下，第二只在这边，第二只在这边，第三只在这边，有没有这个黄色这一片？第三只，这只是母的落虫，而且是黄色的。啊，第四只跑哪去了？哦，第四只很会躲。第四只，各位有没有看到这片奇怪的小树叶？这一片，所以这一根树枝上面，芭乐叶上面有四只叶修。有，刚才有看到。现在我跟大家展示的这叶修是比较少人养的种类啦，那学名我会另外秀在。最后的直播上面，因为现在我没办法打学名，眼镜可以哈，陈宇内行人哈，丢碰的了，你知道都鹏在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很帅的一件事情。你特别来宾有听过都鹏这件事情吗？那是能吃的吗？眼镜啊，能吃的吗？特别来宾说都鹏是能吃的吗？你记不记得那天我们去看太阳眼镜？对，不是，有一副17500的。啊，那个就是 boss 啊！不，那是丢鹏，不是丢鹏啊，那个我有什么雷鹏啊？对不起，丢鹏，这是个猪头，这个不是巨人夜修，这个是产在印尼一个小岛夜修，前两年2016年刚发表成新种而已。江董晚安，江董，手表搭配有啊，当然开玩笑，我一路红到底，好不好？一定要这样的、啊，陈宽好，陈宽，谢谢您，那个基环好。然后，逸晨好，
明贵好，有公的，有公的，躲在最下面那个小小一片的是公的，我看能不能把公的请出来。这只公的差不多要羽化了。羽化？对，它羽化会有翅膀啊，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翅牙。这个其实还蛮少见到这个种类的，有没有？这一只有看到翅牙了吧？它跟一般的叶修母的不大一样哦，这一只是有翅牙，而且这是公虫。等一下会跟大家来分享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当竹节虫，我们知道很厉害的，就是有一些竹节虫，它们有孤雌生殖的能力，意味着母虫不交配，它也能生蛋，蛋也能孵化。但是，请记好一件事情：如果这只母虫它跟公虫交配以后，它生出来蛋就是有性生殖。所以有性生殖的意思就是，它生出来蛋，因为交配过，所以会孵化出母的跟谁？公的。公的母的都会孵化。哎，你有在听哎？撒花哦，太感动了哦！所以记好这件事情，竹节虫很多是孤雌生殖，但是只要它有跟公虫交配过，它就会生，它生出来的蛋就是有性生殖，就会有公的有母的，这一点请不要忘记。世南好，冠全好久不见了，我们最近比较忙一点，一直很久没有去那个什么地方，一客馆。等我们好好准备一下，就会想办法去。然后杨，视频也好，芭乐叶好种吗？芭乐树不难种，但芭乐树是果树，所以请记好，你要给它足够的光源跟水分。那我们如果还有在养甲虫的，你给它一些胎出来的粪便，可以当它的肥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记好一件事，如果你到外面买了芭乐叶，买了芭乐树回到家里面，不要马上喂，因为很多苗圃它所种的芭乐树，或者任何果树的果苗都会喷洒一些农药，非常好。喷洒农药，虫吃了会怎么样？特别来宾，翘辫子。翘辫子 ，very good， 会上天堂。所以请各位记好这件事情，这很重要。文远，你也想养这个、啊？下次有蛋孵化，我留几只给你玩啊，文远。我可以去那个。这个很棒。什么？妹妈妈好。绿光什么？绿光丛林啊，对。因为我上礼拜跟特别来宾，我们一起到了绿光丛林跟南投甲虫馆啊，我们会赶快把带着热血阿杰带着大家逛丛，热血阿杰，可恶！我会赶快把这个影片剪出来，因为最近真的事情比较多了，要过年了，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些虫店，他们每一间虫店都有各自的特色，重点是。我还拍了一个新的系列，就是每一间虫店的老板或店长要出来介绍一样特别的秘技或者好用的产品，我想这是非常有趣的。鲁贵经理好，鲁贵经理好，有空你可以去金国玩。对啊，我们最近会去金国采买啦，就最近事情比较多一点。然后我敬爱的萧董哦，伟毅好，伟毅好久不见了呢。然后简恩好，那是念简恩吧？真恩啊，真恩，那个念真吧。雅芳好，多敲丛林还不确定耶，因为我要有时间能下去啊。如果刚好我3月9号去台南，然后多敲丛林又愿意让我去拍，我就会去拍啊，因为我要快下去的时候才跟他们联络。右面萧颖，你在几天就要回来了耶，太棒了。哇塞，米克斯都有出现了。今天我昨天跟今天都有到红树林出版社《敲形虫日记簿》，大部分有订的虫店都在昨天跟今天寄出去了，所以明天后天应该都可以拿得到。大家可以去虫店赶快把这本书带回家，过年的时候可以研读一下里面的那一张新甲虫王者卡，也可以拿来使用。那我想今天发生了一个小失误，因为各位可能在线上的朋友比较不知道，就是12月24号。农历的12月24号是请神送神的日子，所以昨天晚上，因为我今天早上在松山高中演讲，那昨天晚上就必须先把这些事情弄好，弄得比较晚，就昨天晚上竟然失眠。今天早上到松山高中讲完以后，觉得好累哦。然后我到了华山去，我把书带到华山三产店，因为三产店的敲形虫日记簿已经铺货上去了，我在那边剪片。我以为剪好了就上传，发觉影片就有一段一段的重复，然后我就把那段那个影片删掉，我等一下要再重新上传一次，已经剪好了，所以请大家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收看最新的热血阿杰带大家逛虫店，是新庄的哪一间？那一次你有一起去？新庄是哪一间？你把脸套成这样干嘛？我
你是变态是不是？新庄哪一间？我们那天一起去那间叫什么？彩虹屋。彩虹屋，太棒了，非常好。文普兄好，文普兄好久不见了。哦，洪永昌杰，真的吗？伟爵好，伟爵好。我敬爱的姐姐，你今天来台北不找我，我觉得太难过了，而且我还没有排骨吃，我真的太难过了。好恶心哦。啊？没事。真的吗？吃排骨很好吃吧？要不然要吃什么？如果各位有机会养叶修的话，请记好一件事情。我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的叶子，不管是自己种的或在外面采的，回到家一定要先弄干净的水泡过。然后如果是自己种的，你带回家至少要种一两个月，让它那些残留在树叶上面的农药，可以慢慢的整个这要怎么去讲？叫新陈代谢掉吗？或挥发掉，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你才能好好的饲养这些虫。记好，今天既然讲到饲养这些国外的虫，不管是养锹形虫、竹节虫，任何东西，绝对不要不想养，就是把它到野外去野放。这是每一次我都要特别在提醒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尤其是早期，有很多老一辈他不清楚，他觉得丢到野外就好了，他们会死会活的他家的事情，但不对，会死会活，现在都牵扯到一个道德观的问题，你要让他死，也不能让他这样残忍的死掉。那与其死，有人要的话，有人可以收，帮你好好的处理他的后面的一些饲养啦或照顾啦，那你就应该送到好的地方去。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好，有人说了，今天有人中卡，闪卡海神闪卡，那也很厉害啊。最近常去彩虹屋很棒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比较喜欢苏门答。真的吗？大你叫超大颗芭乐树，打字可以打慢一点，不要急。芭乐树不是芭乐树，对对对对对，太可怕了。然后，佩佩，你有什么要跟大家聊的？你今天在家里面发生哪些事情？跟大家聊一下。我有整理家里的那个书桌。你怎么整理？来，你整理，我找礼物。就是整理。怎么整理呀、啊？就是整理。我一开始会先把不要的东西给挑出来。挑出了一大堆东西，还有我老爸的。然后呢？然后再就是开始把要的东西就是放到另外一边去，然后就拿抹布把那个桌面这样擦一擦。啊，所以你的旧书都怎么处理？旧书嘛，我就再把它那个放到书柜里面。我那天有没有整理一堆要送的书，为什么不见了？啊，你除了整理那个之外，还要整理什么？我还有整理。你不觉得那天整理书找到一堆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藏私房钱，突然间又找到了。送我吗？不是啊，叫你跟大家分享，丢搞送我。然后这个是，你说是什么币啊？泰币吧。泰币吗？对。我看。来了来了来了。看起来我找到很多东西了。这就是这所有的。有很多很棒的啊，大家都还能用。我看，哦，好棒！等一下会送特生的自然保育季刊，经典杂志就是有奖征答，这很棒哦。经典杂志有台湾的脚残专栏，特有中心的保育特有中心的保育月刊有一篇螳螂的文章，然后这都是很棒的书，因为我觉得这个。送到图书馆，但也不会有人利用，这一定要给我们自己玩自然生态的朋友。然后还有哪个啊？有人问你书什么时候去拿母虫？没办法去拿母虫了，我最近事情多。你那母虫为什么不在平和兄？你那母虫看网络上有没有人要啊？就看谁有，你就跟他合作就好啦。台湾虎堂的母虫很稀有。台湾虎堂母虫不稀有啊，时间点的问题啊。不稀有。哦，对，来，还有三本，对蝴蝶有兴趣的朋友，对自然有兴趣的朋友有蝴蝶的季刊，蝶会的季刊，这个还蛮棒的。等一下我们就用这个来当做赠品好了。所以季刊什么季刊？然后在赠品里面我还会加送一张纸雕，可是要送什么纸雕，我等一下再找。没人理，那也太惨烈了吧！纸雕。哦，太棒了！不能送锹形虫的，要送独角仙的，因为锹形虫的哦，刚好三张哎，太棒了！
如果你们那时候没有拿到敲醒，独角仙纸雕的话，这边还有三张，就是三份礼物，有一本书，还有一个独角仙纸雕，这折起来就是立体的独角仙，很棒。我个人超爱这个立体独角仙。然后最近大家有没有在忙什么？有没有要跟我讲在忙什么？敲行程没有哎，抱歉，我都送礼这种事情很难指定嘛。彩虹我有飞梦力士，飞梦力士漂亮啊，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漂亮的鬼焰敲行程。这样有没有看清楚了？所以大家到底有没有看到这一只黄色的？我把黄色送到手上好了，大家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黄色的真的很美哦，先把它们拿下来。哇塞！特别来宾，这样有看到清楚吗？黄色的，这只成虫以后应该是漂亮的黄褐色的样子，有没有？还有两个大大的眼睛，超厉害吧？彩虫有会员就打85折，有啊，那天我参加会员了，我超棒，真的忙读书哦，一心超想要，等一下要记得有奖征答，我会赶快问各种题目，会用问什么题目我还不知道，我们还在想着。学测刚结束，哎，最近是不是考试啊？考什么试？来，黄色可以让它上去。黄色真的很漂亮啊，但黄色都会自己躲到后面去，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害羞的竹节虫的夜修，然后要躲到后面去，转过来看能看得到，在这里。我敬爱的春董出现了，敬爱的春董大推夜修。我很不想要看到这张卡片。为什么？我曾经拥有两次哦，可以让他闪卡的机会。该特别来宾把这张拿出来说，他很讨厌看到这张，因为他曾经有两次让他闪卡的机会，但怎么了？一次是因为我那个哪个，就是手太快，就急着想要让他觉醒这样，然后结果就没有觉醒。后面打出来一张 N 卡的闪卡，真的吗？太惨烈了。各位最近有没有大扫除？过年要到了，要大扫除。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在大扫除的时候，突然间扫到一堆钱，现金扫到1000多块，然后还有泰币，这是泰铢。泰铢这边大概有300块吧。泰铢，这是以前我跑泰国用的泰铢，但是现在这个钱还是能用。那天我有确认过了，所以太棒了，意味着我今年去泰国要成行了吗？难道要抽泰珠吗？不行，泰珠要自己留着做纪念。泰珠要去。对啊，泰珠要去泰国花，我要去泰国买大田鳖，买来吃。买来吃。对。酱油泡。哦，还有每天同田径队训练很棒哎，超厉害，超厉害。赶忙上片，对，因为我今天真的太累了，赶忙上片就打出来字竟然是乱七八糟的，我真的还有点没剪接好，所以我刚才要重新再剪接一次，等一下晚点会再上传，请大家支持。那我想今天很快。五角兜虫也是目标之一啦，但是我现在到泰国已经不再是找五角兜虫了，那边很多动物啊，还有泰国很多地方可以赏鸟啊，拍蝴蝶也很棒啊。五角兜虫对于我的影片来说，我要做什么影片只要是动物植物我都能讲啊，所以没有太大问题啊。然后讲到五角兜虫，特别来宾又把他的闪卡献出来了，黄五角闪卡，哦耶，各位有看到闪闪发亮吗？我只要拿达尔曼闪卡跟别人换。你要跟他换什么？啊？达尔曼闪卡要换什么？我这张是用达尔曼闪卡跟别人换。他这张觉醒黄五角都是用达尔曼闪卡跟人家换的，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差不多来问问题了？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各位，现在几点了？9:47。9:47，好，再放。9:45。所以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各位可以边问问题，然后我会边跟大家来提问。请问，来最先答的拿第一份奖品，第一份是什么？第一份就是自然保育季刊，配偶松君的自然保育季刊，还有一张独角仙纸雕。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今天有几只夜修？回答几只夜修？今天有几只夜修？第一题。今天有几只休啊糖？几只夜修？到现在还没看到有人回答出来，太慢了。米克斯错了，刚才我有讲哦。好几只。
雅茹四肢，没错，谢谢雅茹。雅茹已经回答了四肢，四肢是的。为了表示公正起见，让大家再看一次为什么是四肢。因为它是四肢。这边一只，两只，黄色的在这边，三只，还有一只公的四只。其实你们答错不能怪你们，因为你们太晚上来了。早点上来的人都有听到我在中间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有四肢叶修。细讲，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题、第三题。雅茹已经答对了，非常感谢。我们第一题是由雅茹她答出正确答案，总共有四肢叶修。然后第二题特别来宾你要怎么问？你可以问什么？我想出一题比较难一点点的，可是特别来宾说，昨天看到我们那个直播的人回答出来。哦，昨天有看直播的人有福了，特别来宾要出一题，他昨天。直播的内容，来，请说。我昨天穿的那题，我昨天穿的那件帽 T 啊，是什么牌子？昨天特别来宾穿了一件黑色的帽 T 是什么牌子 ？Logo 是白色的。昨天特别来宾穿的黑色帽 T 是什么牌子？特别来宾。特别来，对我今天讲话为什么这样？因为是雅茹第一个在我的店，在我的手机前面跳出来的。奕晨，在我的。手机第一个跳出来的，我的手机算数、欸。红腾厉害哦，艾迪达哎。第二题是我们的唐红腾答对，来照排序，您得到的是这一本经典杂志，里面有超完整的一个脚残的简介，还有一个独角仙的指标、所以呢，要麻烦雅茹跟。红腾，请先写简讯给我，把你的大名、地址、电话写给我，明天我才能用最快的速度寄给您，因为准备要过年了。我希望您在过年前可以收到，然后有这些资料可以看，学习一些新知识，认识一些新的生物，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哇塞，大家都超厉害，真的很多人记得住艾迪达哎，哇塞。Puma是帽子 ，Puma 是帽子，可是各位要记好 Puma 这个帽子，因为 Noble 特别来宾会拿出来问大家。他那天戴的帽子是什么牌子？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好，终于不用再被我们的叶修一直遮住脸了，我把他请下来。这样，要站在平等的位置上面，不能老是盖住我们的脸呢、啊。啊，老贤兄，第三题叶修有几条腿？不对不对，这个不是我要问的问题。严俊好，平和。你写的是什么码？你还是写中文吧。七开好，七开好。什么？就打广告，明伟你就在上面讲啊，有人看到就有人会理你啦、啊。对，下次直播还是要注意服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想在今天的直播很快了，我希望尽量准时，让大家可以在9:55的时候准时转到客家台去看那五分钟的节目，因为我的好朋友。就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他今天有跟我联络，我们未来几天会见面跟聊一些事情，也很希望说能促成未来的一些新的方向。那我想，好，最后一题我要问什么好呢？我今天鞋子穿什么颜色？我想等一下我用脚踢你，你看我的脚是什么尺寸好了。今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十多年没见的老朋友，所以来弄一个非常棒的题目。这三本蝴蝶保育季刊不错，相当棒，里面有很多蝴蝶的介绍，加上一份独角仙。来，我想一下题目是什么？题目是，我们昨天介绍什么东西？我们昨天是介绍什么东西啊？我们昨天介绍什么？我记起来了。请问，昨天我们介绍的一对大只的甲虫，昨天介绍的是什么甲虫？哦，我知道了。昨天介绍的是什么甲虫？昨天晚上直播介绍的是什么甲虫？手很长的，手很长的，它有一个水果的名字。手很长的，有水果的名字。芭乐。什么？芭乐。浩伟回答的很快，西瓜皮长臂金龟，西瓜皮没错，只要回答西瓜皮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其他的甲虫叫西瓜皮，只有西瓜皮长臂金龟叫西瓜皮。来，
浩伟，请把你的相关资料写讯息给我，你的收件地址、电话、大名，不要忘记，这一份明天会寄给您，很棒很棒。那我想今天的直播真的很快，但是每次直播呢，我还是要自肥，为什么？人一定要自肥。甲虫日记簿还在我们的昆虫店通路，跟昆虫上菜也在我们的昆虫店通路持续的贩售中。那我想昆虫上菜虽然说它的议题比较特别，但它一直在很多地方持续的发酵，包含前两天在台湾博物馆的永续年夜饭的活动，我也针对了这个主题发表了20分钟的短讲，还有当语台人跟大家来聊昆虫食物。再来就是那天的下午，我们也有昆虫上菜的活动，做了大概150份的蝗虫甘露煮饼干，然后你知道被大家抢光光，欲罢不能。还有很多可爱的阿姨他们来说：“哎呦，还有没有？怎么那么好吃？”所以各位，吃虫绝对不是什么破坏生态的事情，吃虫代表我们信任环境，吃虫是永续的一种方法。那甲虫日记簿也还在我们的昆虫店一直很努力的冲刺中。这一本最新的锹形虫日记簿应该在今天或明天都会送到已经订书的虫店手上，所以请各位持续的支持。那为什么今天要介绍叶修呢？因为各位原本预定在这个月底上市的伪装那个什么叫做什么不可思议你猜不透的生物伪装术这本书，因为实在是过年前所有的相关行业都很忙碌，真的来不及入库，所以没办法出货。最快要等到2月20号，应该是18号左右就上架，但是20号比较保险，才能出货。所以请大家持续的支持。伪装生物真的非常有趣，在里面我介绍了蛮多特别有趣好玩，横跨各个类群的伪装生物。然后特别请到我的好朋友，也给我很多指导的中山大学严胜宏严老师来审定这本书的内容。那也希望各位能给我们支持。那今天特别来宾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的？皇家黑眼。特别来宾又在讲皇家黑眼。来，我这边要跟宝哥，我跟你分享一个观念：长得像叶子的叫做伪装。为什么叫伪装？因为它长得像叶子，它就让你看不到我，所以叫伪装。那让你看错我，比如说石牙虻身上又黑又黄，让你感觉上它好像是蜜蜂的那个才叫拟态。所以伪装是让你看不见我，拟态是让你看错我，这个东西很重要。然后玉成，你把这地址打在上面，是希望大家去找你玩吗？啊，南投县埔里镇建国北路10号，这是哪里啊？请问一下，这是哪里啊？台中。不是啊，南投啊。啊，可是为什么会打这个东西上来呢？没有问题啦，他、啊、可能忘记要。宝哥没有问题啦，这个一般人都不懂，所以我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书籍，就是来帮大家导正一些我们在形容这些生物的观念上面。那当然，后续还有2-3本书在写，重心会放在伪装、拟态跟掩蔽，把东西分得更清楚。然后哦，阅兵号，今天特别来宾表现得很好哦，而且我觉得他今天穿这样超帅，你觉得帅不帅？赶快回答一下。我只是喜欢黑色。他只是喜欢黑色，我也喜欢黑色，我头发也黑色了，我还好头发还没变白色。对啊，玉成，你到底打了南投县埔里镇建国北路10号的用意是点点点点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面包虫成虫，我有看过面包虫成虫飞哦，是真的有，因为那是我自己养出来的面包虫成虫，它真的有飞，而且我看到它们交配完有飞。易威，你要问哪家虫店有斑马具，你应该问虫店，不是问我啊！真的真的，这是良心建议，不是问我。好，那我想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来收看今天的直播。如果明天有空的话，我们同一时间9:25会准时上线。那明天要介绍什么生物还不知道，有可能是锹形虫，有可能是金龟子，有可能是各种有趣的生物。阿文老板好，各位，我们士林虫模仿的阿文老板在线上，大家跟阿文老板打个招呼吧。打招呼。阿北好。他们叫他老了，叫阿文老板不是很棒吗？再一遍。叔叔好。好地方哦。天启，明天介绍什么还不知道，因为明天要看我准备了什么。
因为我觉得直播是应该要随性好玩，大家觉得有趣的。我觉得太早讲也蛮累的，所以呢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哦。怀哲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能讲一下穆你那个是穆氏穆氏拟态吗？妙吧。对啊，妙氏拟态。抱歉，我没有看过这个拟态呢。这个字的拟态我没有看过，是穆氏还是什么氏啊？我上网查一下。好棒，大家都在跟阿文老板打招呼。不用，请坐。不要老是每次就是想要跑去偷拿手机，没这种事情。对啊，子华好，子华有空再来家里面坐啊。对啊。他今天才用LINE直接把我呛爆，就没办法啊！你就常常想要让人家呛爆，我也没办法、啊。你知道，有能忍者是不被呛爆的。等下借我五分钟，我一定要把他电话打过去。不要打电话，不要随便打电话。好，各位非常感谢大家，在大家继续跟阿文老板问好的时候，哦，雅茹，如果你们要到台北的话，记得去士林圆环士林分局旁的虫模坊逛一逛，那是一个很棒的店，我很喜欢去那边。威哥，我们的节目准备要上线了吗？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我的那一集越往后面排越好吗？因为我个人想要再去补一些台湾深山更棒的画面。我是真的良心讲，这个我们私底下聊，真的。好，谢谢大家，我要先下线了。威哥，等一下我再讯息敲你。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明天记得9:25，如果有上线的话，同一时间。谢谢大家。嗯，等一下。啊？你要我拜拜多久？没有，我直接把那个手插一插，不然的话到时候又那个感觉不到。拜。